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。2019年，我的音乐、综艺、电影什么都得到了大家的喜欢，真的非常的感谢，很高兴能够拿到音乐微榜年度全能艺人这个奖项。谢谢我的小海浪们呢，一直关心着我、爱护我，威武了啊，我的小海浪！在2017年也要继续加油。